给大家分享两个巨好看的这个拳皇97屠蛇视频啊，换个玛丽，看看玛丽这一波直接升龙，打不中啊！哎，好快，别中招啊！继续翻滚，爆波，好夹中，拖，哎爆，再夹落地啊，太爆！还有这种连招，好，看看发，疯狂的开炸，就要炸，炸的你过不来，再炸，还在炸，近身来，能量闪现机会都不给啊！炸完之后马上开溜，哇哇哇哇，炸了都破防了呀！还是没机会，太变态了哈！这个炸的柱呢，它是跳不过去的哈，而且攻击范围非常大，要被炸死啊！好，来吧，能量闪身爆一爆，来吧，无限连啊，还能这么来，再加。活捉，优秀。好，再次开炸。转身过来，机会。大的话也是有风险的，人家会能量闪，死在角落了，兄弟。这个蛇被打成小虫了，可以的哈。好，我们点个赞，这一把来看看二 P 的这个罗伯特。好，踢中，哎哎哎哎，眼花缭乱。哇，这什么鬼？什么鬼？我眼睛还没反应过来呢。好，疯狗来了。哎，中招，刚好乱动，又会拨过去哈。哎，又踢中，完犊子啊！哎呀，他们这些人玩屠蛇版的脑子都怎么长的呀？啊，记性这么好啊，各种连。咱玩正版的，有些感觉这些招不可思议啊。他这个也要花时间去记怎么连的哈，还有打点。哎呀呀呀呀，三观正碎了呀，兄弟啊！真是服了哈！好，关注、学习、回收、点啊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。